主料：白萝卜500克，胡萝卜500克。辅料：泡椒350克，糖50克，白醋100毫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胡萝卜切成细条，白萝卜切成细条。将两种萝卜放到盆中，放入糖，放入白醋，放入泡椒，混合在一起，泡两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吃了。这样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放泡椒的时候要连泡椒的汤一起放；二、一次可以多做点，放到瓶子中，放在冰箱里保存；三、喜欢吃芹菜的可以放点芹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